家好，我是徐明哲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台股早盘往上创新高，让所有人都很期待的。那么今天早上开平高往上的时候，其实这个盘终于在预估成交量上面看到了1300亿以上。那么当然，今天你回过头来一整天的走势，我相信你会回首之后发现，早上的创高好像大家都说好了一样，台股只要一创高，这些标股就开始拼命往下卖。当然我们这几个交易日横向震荡整理，我说成交量没有出来之前当然是无关转折，你该做多的你该做空的各自凭本事去赚取价差。但是今天这个讯号，以技术形态上面来看，那么今天早上创高点没有问题，10803点，但是创高之后上柜指数领先往下翻黑。所以我说你今天会觉得台股好像世界末日，指数明明是创新高，但是呢如果你买错的股票，3406的郁金光，现在盘面上面亮灯跌停板的股票加起来也就有5家，那这一家就是我放空的郁金光。所以我常常讲一个观念，我说很多人在追逐股票的过程里面，请你记好一件事情，想做多先学会我们天际 K 线空方八绝。台股今天的成交量对我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变盘讯号，如果今天是创高小幅度的拉回，那没有问题，这是创高之后的震荡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的预估成交量有1300亿以上，甚至不排除到尾盘，你看到尾盘的时候它有可能飙到1500亿，那就代表什么？代表现在往下杀的股票今天的低点非低点，明天还有更低点。那对你来讲你可能要特别的小心，因为我们在操作的过程我说过了，从10月17号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告诉你即使台股创新高你也必须要有雨天备案。当时我提醒你了，郁金光急杀跌停贯破10257点的低点，所以雨天备案是告诉你该放空的你要放空。空什么？空两种，一种叫投机，一种叫弱势。那当然郁金光是最弱势的，所以当然应该空它，对不对？所以到昨天为止其实是风平浪静，但是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，你做好雨天备案放空个股可以赚到百元价差，这个不得了啊。你如果指数急跌，你说今天啊，徐老师大家都开高走低啊，出量出量再杀的杀，你今天郁金光跌停板没有什么，因为大家都跌停嘛，连我妈都跌停。可是问题是如果你好好的利用这一段时间进行雨天备案价差操作，你现在已经立于不败了，就高价股的部分来讲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当然很严重了，早上一开盘的时候往下杀，预估量已经来到了1479亿，目前还没收盘，应该有1500亿，它却收了一个反垂线，所以10684点跌破这个缺口不会守，因为这边的量是出来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在看盘的时候你要注意看盘重点，当然不可否认早上创新高的时候它如果结构对，今天有1500亿，我不排除今天台股会收中长红突破，那很可惜嘛，齁。为什么它没有办法突破？盘中10点32分你就知道中小型股开始在卖了，这个就不对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最近很多的股票90度的喷出，它能走多久我不知道。但是上柜的指数今天是带量反转，所以最近如果你看到某些股票像位数9月营收暴冲啊，增加 167%， 可是问题是基本面还是亏钱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今天早上在 FB 跟 LINE 群组里面就讲过这件事情，我说宏达电公布利多，位数涨到28块，公布9月营收飙到41块，那每一档股票都是美绿模式吗？
对我来讲当然不是嘛，哦，所以基本面亏损的情况之下，跟股价背离太严重，你就可以选择放空，对不对？所以3508位数你要小心哦，今天爆量震荡，我们在早盘39.3元的时候进去空，原因无他，基本面背离，个股爆量。如果你学过空方八诀，今天它如果收黑，那就代表什么？代表这边叫闪雷轰顶。既然叫闪雷轰顶爆量，一旦明天开低，就是中长黑破线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均线架构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该怎么做。所以今天回过头来讲，过去几天我一直提醒你的，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告诉你，你喜欢做多没问题，但是要准备好雨天备案。备案有两种，一种是进场空嘛，最积极的；一种是我出现空方八绝，我赶快执行停利或停损。所以我昨天告诉你，为什么玉金光做这么多趟，今天不用做啊，今天跌停板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过去这两天美绿在反弹，那美绿在反弹，3406玉金光，6456 GIS， 昨天就一堆人想要抢。所以我昨天告诉你，美绿量能涨停板，我们空单第四趟全部做获利回补，因为我们预期今天美绿会开高，但是能抢反弹的人有多少？好啦，回过头来看，美绿今天早上最高点来到235元，但是很少人跟你讲这件事情，他今天的预估成交量是天量。我说谁买不重要，谁卖才是重点。所以今天美绿在往上冲新高的时候，来到235元往下打，我就告诉我的会员，美绿今天出现闪雷轰顶，而且出现日 K 线上面的天量，进场空。所以当然今天2439的美绿爆量之后，你小心哦。今天去抢了全部套牢的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抢了全部套牢，就回归到我们之前所讲的，如果是弱势的个股，不要加码摊平。像 GIS 328元出现一星二阴破线讯号，后面进场空305元，那很多人当然印象深刻了哈。徐老师，你空完之后当天跌停板 ，GIS 都可以让你空到跌停板，对不对？那我说空到跌停板无所谓，重点是破底之后我们全补，41元放口袋。但是玉金光呢，很多人有，所以我特别喜欢空它。我是要提醒多单，千万不要加码摊平。510元到370元破线我空，我来回做加差做了几趟，总共做了4趟，每一趟你都看在眼里面，每一趟我们回补，都告诉你为什么要空，为什么要补。所以昨天回补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美绿拉涨停，很多人就会想，我不敢追美绿，我就去买 GIS， 去买玉金光，因为到了半年线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市场往往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不是吗？所以当我昨天第四趟价差单全部回补之后，今天早上开盘，我们再进场空，因为台股已经确认转弱了。既然确认转弱，当然空弱势的股票，所以3406玉金光反弹弱势，会员在343元附近市价放空一成资金，进行第五波的操作，345。结果刚刚你也看到了，玉金光杀到跌停板，那我们就会发这种讯息给会员，恭贺会员手中的空单3406玉金光亮灯跌停板，当然第五趟操作全胜。股价破底了，怎么空都赚，重点是你能多赚多少。所以3406玉金光从370元空到今天跌停板，当然看节目的人放空都赚，更不用讲我们的会员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这几天为各位特别推出这个活动，狂贺玉金光加 GIS 100元价差达阵，庆功专案1+3。很多人说，徐老师啊，什么是1+3？你如果愿意行动，你就打起你的电话来行动就好了。详细内容我们服务人员一定先已经告诉你，有些股票高档已经破线了，小心下个礼拜跳水。有需要服务的地方
跟我们线上助理做联络，我明天见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